大佬，终于等到八月十五啦，准备好翻嚟未啊？神咁早执好晒行李啦，你啊记得带套衫俾大佬换，一阵企定定喺龙鼓滩迎接你亲爱嘅大佬啦。冲翻个靓凉先。哇，胀卜卜，正啊！哎，俾大夫人噶。系少几个唔觉啦，快啲拎俾大夫人啦吓！切切切切切，好似以前睇电视啲旅游节目咁，有温泉浸，有生果食，系争女明星啫。浸温泉都寒嘅喂，唉，你粒粒慢慢冲，唔使急。哇，仙境啊，咁窿嘅喂！只系我搞到火中，你冇得翻香港。我睇先，啲雾越嚟越大啦，快啲去厨房叫多啲人嚟啦！临尾先咁大镬，好在翻香港啫。系咁啦，似样啦，对白啦 ，Hong Kong and back， 熊猫打风啦，翻屋企啦，翻香港再探你哋啲子孙啊！接光隧道入口啦，吸我啦！吸我啦！吸我啦！吸我翻香港啦！发达啦！吸啊！吸啊喂！快啲吸啊！点解唔吸我嘅？唔通 overload？ 吸啊！吸啊！唔系嘛？仲 overload？ 吸啊！快啲啊！我哋要翻香港噶！唔系嘛？最后一道啦！吸我啊！吸我啊！喂，吸我啊！吸埋俾你！耶！曹博士明明话个时光隧道入口喺度噶，冇理由噶。我明啦，一定系争个起跑。我做乜 ？Set go！小姐，阿妹，阿妹，
点解冇咗个时光隧道入口噶？翻唔到嚟点算啊？哇！阿范登讲过，天风崖好多猛兽噶，都系快啲走啦，唔系斩只老虎。兜咗咁大个圈，又原地踏步，又翻嚟呢度，咁算点啊？系，仲有阿妹，仲有希望喎。大佬，我喺龙鼓滩等，亦都唔见你。之后收到你短信，先知出事，即刻去揾曹博士。佢计完一轮数，先发现原来计漏咗一样嘢啊！你唔好迟啲先讲。因为相隔2000年，地轴曾经变动过，所以有经纬度都有轻微嘅偏差。简单嚟讲，时光隧道入口唔喺清风崖，而系喺佢东面15里之外一笪地方。咁未死得晒。但系大佬，你镇定啲，先睇落去。而家已经过咗8月15，博士再计过数，下一次时光隧道打开，黄道12公年成一线嘅日子系200年后啊！大佬，我以后都见你唔到啦。200年后，我条尸都化咗灰啦。大佬，曹博士叫我一定要再提醒你，一个现代人翻到去古代，好可能会改变历史，叫你执生好自为之。对唔住啊，大佬，帮你唔到，我好挂住你啊，保重啦。历史关我鬼事咩？我个历史就完啦，死啦，又翻唔到去刘备度，点算啊？阿妹，好挂住你啊，阿爸。阿妈、细佬，好挂住你哋。香港，我翻唔到嚟啦。系啦，方刚。终于见到人啦！哇，太阳落山啦！哎，真系攞色啦！哎，真系。哇！哇！你做咩啊你？想揾份工，温钱开饭。哎，成个乞儿咁，点做啊你？哎，咁先好啊，唔使镜住，冇咁石身啊嘛。咁你识做咩啊？乜都识。托俾我睇下啊。啊，我乜都识做，咁啱咧呢样就唔识。有冇第二样？我又咁啱，冇第二样喎，系得呢一样啫。细蚊仔同大人，今日小弟初到贵境，卖艺揾两餐，表演大家从未见过喺我乡下好流行嘅栋笃笑。栋笃笑咩嚟噶？呢位村民教问得好，我成个人栋笃咁企喺度，等你哋咧无端端咯咯声笑，我栋笃你哋笑，称之为栋笃笑。不过笑完之后咧，麻烦多啲打赏啊！一日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。买咗飞睇皮影戏，临时临急，关羽唔得闲，咁佢哋点算啊？大家唔知咧。好彩仲有个赵子龙得闲，因为关羽、张飞留俾赵子龙啊嘛。Marvelous， yeah。至于关羽即系关公啊，究竟佢系几时识貂蝉嘅咧？梗系夜晚唔系日头啦，因为关公月下识貂蝉啊嘛。Marvelous！ 呢个唔好笑，咪讲个三级嘅大家笑话咯，唔使走啊嘛。自己讲自己笑，真系可怜啊！唉，一定系傻噶啦。阿仔，阿仔啊，你都系个傻啦，医咗都嘥药费啊！
睇都比嗰边嗰个大只哥哥啦，嗰边好睇好多。栋笃笑系三国系唔得嘅。